那我们宜兰那边就是去钓鳌虾，你有钓过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小时候没有钓过。没有，以前都有钓，就是都有那种很大的鳌的鳌虾，不能吃。红心不能吃，不是炒虾，是虾，不是鳌很大，对，红色，越老越红。然后就我们都知道嘛，然后就看那个洞就知道你的鳌虾洞。然后有一次，有一次我去把骑过那个什么田边，然后看到一只这么大只，然后鳌很大，然后 我们小时候都会比一下谁抓到多大，谁抓到多大，这只已经比那个人好好可怕，很生气，然后找不到东西，然后就看到我，他就钻到洞里，然后急了急，然后找不到田螺，我们都用田螺钓，把那个什么线，然后就去勾他们钓，找不到田螺，还用手，用手下去，真的，他抓我，牵住你的手，他抓，就把他拉出来，然后还在马路上看到两只蟾蜍在交配。就已经被夹住，同时还跟蟾蜍在交配。对啊，我要我把丢在旁边，然后就看到两只蟾蜍在交配，一前一后在背上，很忙哦，那个同时间。